秦始皇兵马俑因兵借道威震四方，千年不断传奇剑，秦朝冶金技术超越现代。百戏雍城里面有很多很好玩的街头杂耍的艺人，封顶塌下来了，发现这把剑嘛，它是有点是弯的，陶片给移开了以后的话，这把剑推的一声弹直，这样传说中呢藏有非常多的机关以及暗语。宇宙有多大，真相 hold 得住？今天晚上8点卫视中文台准时揭晓。